知之明啊！好傻好肥啊！好傻！你在玩什么？需要什么自知之明呀？我有的需要什么自知之明啊？好傻太肥！游戏给你玩出优越感了是吧？跟个网络公主一样，天天拉着人家垫背，恶不恶心？我又拉着你垫背了呀！说得好，说得太好。我有录音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说把这个就是你这个样子放给其他姐妹听一下，我真的我觉得挺好笑的。你们其他姐妹是什么呀？你网络公主，我其他姐妹是什么？我其他姐妹是 C 啊，我其他姐妹是什么？等我装备成型，指定没有你好我的皮。我真笑死了，我真笑死了，那还是姐姐，还要拉别人垫背。滑滑。那你要是笑死了的话，你就别求叶某了吧，你就还求他干嘛呢？还要给人家看照片啊？你就出呗，你这么有实力。凭什么要我刷？我都刷了，帅我不玩啊！这一波有点帅了。凭什么要我说呢？我可以，可以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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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击飞，滑惩戒 ，nice， 帅不帅？这都能让你拿到三三。想到发财，努努力呀！发财，差五个头了，发财。哎呀哥，真的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跟你们扎堆不如一块说，不如帮夜魔大腿说明儿。我又不傻，你们这是没有脑子吗？脑鬼小脑，小脑发育啊、哎，真的。脑完全不发育，小脑发育不理不理你呀？哎，人家叶某理不理你呀？人家叶某理你不？理可以理啊，理我理他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个事儿啊？那我那你怎么个事儿啊？就这样，我心之刚呀。我也没拿到吗？发财。我心之刚。我看好了呀。我他心之刚那爆一下直接给他爆破败拒酒借口，你又在找理由，又在找借口。没有，没有找借口。哎呀，你咋又死了呢？你咋又死了呀？他不聊，我真的是，我一打开我这个积分板11:5，那么又差六个人头，那么两眼一黑呀。悄悄开心着呢。哎呀，听着你们两个那里争论，哎、我真的自己悄悄开心。我就退小群呗，跟你们一起，越输越多，全他妈塑料姐妹，嘴巴上说的好好的，全他妈在背后捅刀子。哎，玩个屁！你好像个叛徒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我们在背后给你捅刀子呀？咱们就是说站在理上面说话。刚刚开始，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说一人出一份啊？你是不是同意了的呀？我要是说没有理没有据的，我怎么会把录音发给助理呢？怎么扣的你人头啊？哎，你说话动动脑子行吗？把我认了好吧？那把我认了，就算我真的自认倒霉。我现在不跟你玩了，少跟我在说这些，扣不了我一点儿。你真的很像个叛徒，好像个我记得当初周宁的话也是给这个初一带的，初一才是罪魁祸首，必须得打。还有这个周宁，这个那个 Lisa 呀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要么这样吧，你刚才说给我看照片什么的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是啊，我都说了，可以考虑，能考虑。姐，你们先别捅，行不行？我这晚能赢。你要看他照片啊。行，我信你啊，五个人头啊，加油啊！姐不是看他照片，是他想给我发，那我就看一下什么个情况，好吗？那好吧。对，不是目的，并不是看他照片。我不用理他，不搭理他就行了。我们先别吵架，他就是故意看我们内讧。刚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的。不是真的。滑。真的，那个，我跟你讲。滑。我包有诚意的，好吧，我包有诚意的，夜魔，我肯定是不想跟他们混啊。不是姐，不是丽萨姐，你为什么去五个人头？你跟那边搞一起了呀？我又不说不能赢啊，这不游戏没结束呢吗？就是我们能不能别吵架？呀，谁想谁跟你们一边的，跟我没有关系，我都说了。滑击飞，他就是故意就想看我们这样，他就是故意看我们笑话而已。滑，减速。你还劝他干嘛呀，发财？滑，惩戒。你还劝他干嘛 ？OK， 击飞。滑，你有什么不服的呀？你人头是没落后吗 ？Nice。怎么说？15个头了耶！你比你连你还劝上他了？连这个英雄都会啊？姐，不伤笑，我用你们劝吗？我没有，主要是你太给人惊喜了。你还跟他说话了？你的英雄池好深啊！哎，毕竟韩服王者呀，姐，基本功在这边呢。玩什么英雄，就跟说实话，就跟就
就跟喝水一样。夜魔，夜魔，我加你好友了，你同意一下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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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不是姐，这就加了好友了吗？好，加我好友了。哎，你可别发网图骗我呀！你要发网图骗我，那你可是我得加大力度。很想 K 啊？肯定想 K 啊，铁铁啊！滑。不是啊，什么网图啊？哪里来的网图啊？肯定不可能是网图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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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去拿人头呀？你在干嘛？你玩个竞技怎么拿不到人头呢？开始，十八个头了。哎，哎呀，操！这个机器人，我是你的哥，他勾了我一下，让我有个僵直了。死了，拿了个人头也行。我现在已经对你不抱有太大期望了，真的，发财，你快点。我好，我加个好友，加个好友没问题。嗯，兄弟们，首先并不是圣母，你发网图，你先通过呀。首先第一点，人头该算得算，我还是得打。但是他发照片呢，我看看，好看的话，正好和还可以那个套路一张照片；不好看的话，并不影响我打他，懂吗？不亏，血赚不亏。血赚不亏。你去看，发给你了。你看。滑，哎，对，减伤滑，哎，开大加血滑，他怎么就超神了呀？哇，好强这英雄，太强了！你咋还九头都二十个了？刚刚就差一个头，现在怎么差十一个？感谢教主打你屁屁送的十二个月钻粉，我操，这是水友吗？滑，我要的是人头，要的是数据，你怎么知道是那种东西的？嘟，什么叫数据啊？滑，不要再讲，减被动，加，我厉害。咱偶尔也得照顾咱们直播间黄刚的感受呀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可以，是不是？我确实我在努力拿你看不到我拿个小龙。感谢老板的十二个月钻粉啊，谢谢兄弟们，弹幕能不能走一波大气送给这位屁屁，谢谢你，谢谢老板。你别因为拿了几个人头就这么骄傲，知道吗？你上盘给我说了三百多个。我没骄傲。会不会是背包呢？讲道理，因为咱直播间白嫖党太多了，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礼物哪个是背包了，坏了。刚感谢老板啊，谢谢破费了啊，破费了。我需要的是稳健，我是不是又要去送一下？不然我怕等下对面看你杀起来了又要投了。嘟，哎呀，姐没错，送，我很肥。OK，看到了，不是三个头呢。不是你电魔，你快去看呢，这把别算我的行吗？我都不参与的。你这张照片是本人的吗？你发誓？我发誓，包是本人的，我都不参与的，肯定是本人的，我从来都不发网图。你发誓，如果不是你的本人怎么办？我头发掉光，好吧，这不是我本人，我头发掉光。头发掉光。不行，你这个照片不够清凉。不是，这还不够清凉的。对，不够清凉。我现在火气很大，火气太大了，得凉快一点。你喜欢看清凉的照片啊，芥末？啊，姐，我喜欢看那种凉快的。不，这还不够清凉吗？不够清凉。鸡飞我跑哪去了？杀这里，杀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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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在你后面。我来下了。我得拉扯一下，后面有个树。完了，他来下路了，你快走！有人 TP 了，走。我来了。走，我让你走，我他妈让你走啊！他走了呀。走了，我走不掉啊！鸡飞，刚，嘟，减速。哎，减速！怎么死啊？他这才怎么死、啊？滑击飞，惩戒。知道什么叫？知道什么叫无限成长吗，哥们儿？哦，好像这把不能推塔是吧？我差点把塔推了，真的。啊。还好没推。不是你，不是夜魔啊！
我说了你发的照片不够清凉。我说了。少的是狗酱。清凉一点，或者你现拍一点，现拍一个。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拍照吗？不是啊，还要现拍一个啊！我都快脱光了，还不够清凉吗？没看到。我都快脱光了，我操！啊，姐，不至于吧？我，啊，我怎么了？旺财，一听到这个，你开始起劲了。嗯。我也想看啊。他也想看。啊！你看了什么啊？要不要脸？你又看上了呀，发财！男人嘛，正常。你说话动动脑子行不行啊？正常，正常。你他妈又看上了，那你去让，那你就让 Lisa 给你去接单吧，好吧？别他妈叫我初一姐了！我没有表面那么大气，你他妈给我梳了300多个头，还在那看别的照片。没有，我只觉得他能给他看，也能给我看吧，我没有别的。人家能给他看，哎，有难道说？难道说不是发财你在干嘛呀？发财你脑子里装什么呀？什么发财？你哇，你能不能平时他妈少吃点盐？我看你昨天接单，你好他妈闲的呀你，让别人打五杀你干什么的？哇，好强，无限成长，太强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刚才想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你能不能没有镜子？你还没有尿吗？你现在赶紧的把尿一泼出来，你照照你自己，你什么屎呀？你出来吃这口饭呢？啊，人家拿五下了，你在干嘛呀？我要没有实力，我怎么能接这种单啊？我怎么能接这单啊？我怎么能接人头局的单啊？我刚才只是想看他照片去了。人头呢？你他妈看人家照片去了，你是不是我的人？你他妈看别人照片去了，老子给你脸了。清空，我。看好了，别眨眼。看好了。我觉得你肺活，我觉得你肺活量挺好的呀，发财，你他妈这么能吹，你开始跟我吹了，你不是在抱怨吗？你在吼呢？轻轻松松拿下一个人。没有吹啊，我击飞。11-36，你他妈跟我讲实力啊！又拿一个人头，37。击飞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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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的是高血压。快跑呀，机器人！我真的。38个人头。怎么跑呀？我8条腿呀。没有用啊，我太弱了，哥们儿。有没有你打我快跑呀！厉害啊！你看看，遇到谁都能秒杀的呢。39个人头，你去拿人头吧！你在后面是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你他妈动不动就死，动不动在泉水里蹲着。没有在泉水里蹲啊，我一直在打呀。我也是，我又不是机器。你不是拿绝活割了吗？你不是拿绝活了吗？你不是拿绝活了呀？这盘不是你的绝活吗？你就这样让我输，你怎么挂得住的？小龙，我就想问你啊，你就觉得你不觉得丢脸吗？我又不是机器，我也得要发育啊，我也要再。那你要什么发育啊？你再怎么发育，你也打不过人家夜魔，再去投降算了。我怎么可能打不过他呀？他真的是没有血型了，我可能今天的状态不好，姐，你别压力我了呀！我真的很努力在打了。剑巧剑尖儿，我还在压力你吗？你刚打人头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可以？我是不是在夸你呀？我还在压力你吗？小剑，但我现在我确实在努力在打呀。小剑尖儿，他又在杀人，40个人头，40个。哎呦呦！继续。哎呦呦呦呦！机器人，咔嚓一下。没事，就是一个字，中。哎呦！小机器人，你这是找屎哦！你是粪坑里点灯找屎。42个。还有你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你打不过就认输算了，死不掉还不认输。死不掉，你懂吗？我凭什么认输？他真的没什么水平的，姐，我。对，太。人家都我确实没什么水平。但是呢。我人头能赢你就行了，能听懂吗？嗯。他真的是运气好，姐，我对面选的都是这种运气，我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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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44个人头了！哎呀，太幸福了！要不要这么厉害啊？夜魔你也太强了吧！这个英雄都能玩的这么好。46个人头，哎呀，这把
个毒算我的了吧？47个，48个，我操！三杀又拿三杀，48比他妈12，34、36个人，48个。哎呀，48个，搞得我差点刚激动就推塔了，太激动了。哎，正好死了，我看看 Lisa 的照片啊。哎，真的，哎，你看看嘛，你看这个行吧，你看这个。你不用再看了，我。不行，不给我凉快，不凉快，不凉快，不要。不是，我都说了，我都快不是这个快退光了。不凉快。还是不凉快，我不，你挑一张你手机相册里面最凉快的发给我，我考虑考虑。人家要看凉快的呀，这还不够凉快吗？不凉快，你挑一张你的手机相册里面最凉快的。嗯，不是，哪还有不够凉快的？你真是的。咋了？你手机相册里面没有吗？嗯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要现拍的吗？我这是现拍，我这个是现拍的呀。你现拍啊？我信你个鬼！你现拍的，这就是现拍的。你不是要现拍的吗？这还不行、啊？你咋了？你一直在跟我讲话，你怎么现拍啊？啊？我刚才都没讲话。哎呀，你要骗人是吧？啊？谁骗你、啊？我这没讲，我是19个人头了。你这他妈是个废物发财，你这他妈是个废物，三个人他妈就打一个，你干什么？伤害我全打，真的想跟他们拼。看到没有，夜魔，他们谁都打不过你，你是最厉害的。51个，我怎么都服了你了吗？发财啊，你都叫什么发财？你们叫破产吧，你就叫旺财，他不叫发财，叫旺财。三个人头他妈打一个拳，他妈让别人抢的，你自己看，你这他妈51他妈鄙视自己，还他妈舔着个逼脸说话呢？你叫他废柴。好吗？我怎么，兄弟，咱们都是同行，没必要为难自己吧？哎，别说这个话啊！我不认识你。我记得好像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。刚开始我第一句说的话就是，哎，咱俩同行，你没必要，对吧？没事找事。对对，我作证，我听到。是吧？咱得有事实佐证呢。你现在能不能别找事呀、啊？是你是你先找事的呀。明明是你先找事的，还赖上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在打呀，我确实在努力在打。你怎么又死了呀？你怎么这么喜欢死啊？你是哪来的呀？你怎么这么喜欢去送死啊？你神怎么拿人头啊？他又在一个人猛猛杀，他出个一身肉啊，双杀54个人头 ，nice。滑滑，你看你把人都杀完了，都不知道去哪里送了。没事，那个没人送你，直接送泉水都没事。是吗？嗯。Okay. 就是发育。对呀、你发育什么的都可以啊。哎呦，照片你也看了是不是啊？我没看，你那照片，你那照片不够清凉，等于没看，不想看。嗯。等于没看。等于没发你这照片，没看啊 ，Lisa。不是怎么就等于没发、啊？没有诚意，等于没看。哇，我太有诚意了，夜魔，这都要脱光了，你再脱都没了。你就露个腿，你说你脱光了，你没事吧？嗯、真的、啊？人呢、啊？他又要双杀了，你快点过来、啊！哎，难道说？我刚从家回来，我刚从家回来。你快一点，你快一点，你快一点，他又要拿53了。nice， 58个人头了。我怎么没想到又53了？这样，那这样晚上再视频吧，都给你看好不好？这就不算我的啦。53，不敢去。我也想看，我激动了。53，你看什么？闭嘴。我不能看吗？Lisa， 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好掉价呀！我不能看吗？掉价呀！我怎么会认识你这样的人啊？哎，我不能看吗？嗯。你可以啊，我也想看啊，我不能看吗？那旺财也想看啊。
真的夜母，哎，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他又不是一边的，真的夜母玩大视频吧，都给你看。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是正人君子，我不干那个事儿。嗯。哇哦，59个人头，沉浸在这种喜悦当中，可以啊，夜魔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，好像那屎里面蹦出来那种花蝴蝶，你知道吗？又臭啊，又啊，挺好笑的。鸳鸯蝴蝶。我在打，没停。跳弹玩一下 ，OK。能杀完。完了，我死了。可以，拿着头了，继续拿。反应慢了啊！我来，发财我来，交给我了。那你他妈回什么头？你去抢？那你去跟他抢？那你他妈走什么回？没有啊，都交给你啦。我去不是你去跟他抢啊，你跑什么呀？你这一波拿的人都你死了，你也是赚的呀。哎，没有被动了。哇，我真的是高血压了。61个头了耶！夜魔好强啊，夜魔。还行吧。等对面出来，放对面一马。嗯，大蝙蝠，我去送，我怕什么让他打蝙蝠。我一直在努力在打呀。Nice， 又拿了双杀，三杀，哎，也能吃下吗？不是，不是初一，你在干什么？你骂我干什么？要不要看脸啦？屁屁哥想让我等一下看悟空是吧？我只打40，不是踢了就好了，我说你踢吧。好的，自己推就行了呗。那你推呀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悟空吧？你不推呢？等着我翻。咱别急啊，你还不退啊？咱先把正事干了。不是，那我说的不是呀。先暴打一下对面。是死吗？不是你在这倒贴吗？不是你像个母狗一样的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什么？你会不会讲话？你说话要不要这么恶心啊？这嘴巴臭死了！怎么臭？我肯定是跟人说人话，跟狗肯定不能说人话呀！我笑死了！就算你这种嘴臭的垃圾，到底拿谁去跟你玩啊？真的恶心！你玩什么输什么？无所谓啊，无所谓啊！我像个垃圾，你又是什么呀？说好了之后，然后要自己一个人跑，必须得策反的。小丑的反派，咱们的目的并不是打他们，而是让他们知道。我是实话实说，好吧。不要再找我麻烦了，少能少一个是一个吗？你是恩将仇报的吗？你啊，有一个人给他策反了。谁恩将仇报？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哎，不是，对不对？你屁股都快撅起来了，夜魔看你了吗？我笑死！难道说你说话这么恶心？你有没有觉得像你一样？无杀！他又无杀了，又他妈的发财！喷他 Q， 帅！发财，你他妈废物吗？发财，你他妈个废物！你玩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发财，又拿个五杀，你能不能别拿了呀？嗯，求他别拿了吧！你倒是有点实力，你他妈太开心了！这个又是个什么？厉害的！这个丽萨给我发了两张照片，等我打完给兄弟们看一下，好吧？有些可能不想看的兄弟们，等一下我发的时候，先把眼睛捂一会儿。因为有些观众可能想 看，咱理解一下。我就说嘛，还有嘴臭，就知道嘴臭。理解，一定要理解。你真的别压力我真的我在努力。你可能不爱看，我知道你可能就是爱憎分明，觉得这个女的我不想看，能理解。我跟你讲，但有些观众他就爱看你凉快的照片。我哪有宝宝？就你一个宝宝，我上哪弄宝宝呀？你滚吧！你他妈，你谁他妈是你宝宝？你要不要点脸啊？你那个身份，你什么身份？我他妈什么地位？你也配他妈叫我宝宝啊？我之前跟你约，你不是这样说的呀？之前打的你不是这样说的呀？两几个五杀来的这一把？你给我赢了那什么东西啊？一毛零角，他妈九牛一毛！你之前给我输了多少？你心里没点逼数是吗？你他妈还要自己死？又拿两个人头，73个，73个。他又在杀人，好抢好抢，
收到超短提醒，请注意。强呀，你上牌是什么东西？那你上牌是什么呀？你们夜猫超管来了。什么？超管来了。就他妈拿给你个屁金子，然后那个屁脸他妈去舔是吧？然后你就一直在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吵没有意义了。打完这一把的话，人头该给。对不对？该投诉投诉。13个人头还2个5杀。2个5杀吗？那就翻个3倍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3个5杀，姐。3个5杀了。是啊，哎呀，这不可能算我的呀！我都给你三个了，他妈4倍了，我操！我开心，这也太打笑了。73个人头4倍啊，四倍。你这个英雄能玩的这么好吗？夜魔，你去跟他抢，真是太让人惊喜了。74个人头，我在跟他打呀，还在杀，天哪！你这么人都抢不到，你他妈去死吧你！77个人头了，你不是是认真？热图你也能 pick 呀？我。屌不屌？表妹，我屌不屌？屌，超屌，超屌！我真的他妈爱了，爱了，爱了，爱了！可以啊。几个五杀你也发财！四个五杀，四个！尊敬的 VIC 姐姐，真的挺厉害的，夜魔，这把就不要算我的了吧？我都没跟他们玩。我说了，你的照片不凉快，不行，没有用。我都说了，那晚上我跟你视频，好吧？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晚上，你别死！晚上给你勾出去了，都勾了呀！我这你他妈是废物吗？这今天这种怎么这样勾我呀？我。我真的是服了，我他妈人都快傻了，我。nice， 79个人头了，80个人头了，真的不能算我的，能这么多五杀？81个，天哪，太幸福了吧！各位，咱都是同行，没必要为难自己。等会我不好过，你能好过吗？我真的服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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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家都堵在泉水上了，你怎么还的？还买上复活甲了？狮子狗，我不打你，让你白买。兄弟，你就非得这样为难同行是吧？兄弟，同行没必要吧？别跟我说话啊！什么叫为难同行呀？你都已经杀了这么多人，你也不差我那点儿。82，杀他！你他妈要是再被勾进去，你就跟老子滚！我操了个 DJ！ 他被勾了，姐，没事啊。他被勾了，你他妈都是杀人的！他被勾了。我操了个 DJ！ 我打不过，我打不了啊。蝙蝠很强。我这边适合单打呀。很强。看出来了，主要是你玩的强。不是玩的强不强的事情，对吧，一模？咱们玩视频的不行吗？不行。表妹，你看见了吗，表妹？啊？你不想表示点啥吗？你不想说点啥吗，表妹？出个这个。我能说点啥？表一模不是什么？一模不觉得很小丑吗？你不觉得很小丑吗？小丑什么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吗？啊？人家那个 Lisa 的属于是知道这个弃暗投明，懂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我就看看你怎么跟明好吧，我看看你怎么明得起来。你骂谁呢，兄弟？你骂人骂的真难听！什么叫弃暗投明？谁是暗呀？谁是暗？你们就是暗呐！我都说了，不是我真的很理智啦，对不对？他跑呀，兄弟！
哎，哎，他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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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得先卡，先杀卡杀，卡杀得杀。嗯，剑尖儿，剑尖儿，剑尖儿复活了，剑尖儿。我都有两个人头了，你才21个人头，别人84个了，你他妈低了个大脑瓜子，不知道你他妈寻思啥呢，反正。哦，哦呦。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杀一个，杀一个。嗯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旺财技术还可以，真的技术还行，但是跟你比可差远了。比我还是差一点的，剑姬技术还可以的。怎么又比你差呀？不用谦虚，不用谦虚，你都84个人头了，天哪！有一说一，技术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嗯，说不好。哎呀，什么都说不好啊，说不好咱们都可以谈的。谈啥呀，我说了你给我发张你手机相册里面最清凉的照片，我可以考虑考虑，否则免谈免谈。不是吧，他要是真的发给你你就考虑了。不是，你可以，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，否则免谈啊。是一飞，可是我点的陪玩耶，夜魔姐，我知道呀，我肯定是你点的呀。嗯，你听我说嘛，哎，夜魔，听我说，谢谢你呀。直接开杀，击飞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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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太肉了，巨九确实肉。Nice， 双杀。86个头了，三杀！他在拿人头，你怎么又死了？88比他妈23啊！我被撞死了呀！那一头给我撞死了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你打游戏的时候你带着脑子吧！我操！又在打无杀，又是一个无杀，五个无杀！我这！你真他妈像个废物！你真的是个废物啊！发财，你真的他妈又崩溃了！我真的又崩溃了呀！我真的又崩溃了！妈的，怎么又这样了？你真他妈是个废物！真他妈是啊！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厉害，你也不差稳这点夜魔，对不对？你那个Lisa，我跟你说一句话。Lisa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今天我接的是表妹的单，这人头呢，输赢是她出。你跟我说半天呢，什么少算你的，我决定不了，因为他是我老板，懂不懂？我刚才只是口嗨而已，能听懂吗？我白嫖了你，我白嫖了你两张照片，口嗨是吧？姐，我白嫖了一手照片，两张照片，可以可以，不是你怎么不恶心的，还怎么还能白嫖啊？哎，白嫖就是一手白嫖，那本来就是呀。这人头我又决定不了，我又不是老板，我说我考虑考虑，口嗨一下不行吗？考虑考虑，嗯，不让考虑了你。就是，他又没说什么。你口嗨归口嗨，怎么这样呀？不是白嫖，自己私下的照片，你还要白嫖，你算人了你？不是什么我算不算人？我说再说了，我说考虑考虑，我也没说那个给你免了呀。对不对？对啊，我都说了，这不不跟他玩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用跟我们玩，你不跟他玩是对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跟他玩是对的，我们懂吗？没毛病呢。哎，我们所有姐妹都瞧不起你了，知道吗？你现在求我们，我们不会收留你了，知道吗？我又不是老板，我怎么能免你的头呀？你这话说的不是的，怎么回事？你把我夹在中间是吧？给我夹在这了。94个头，但是你要知道那个 Lisa， 可能我下一次就不找你麻烦了，但这个初一不一样啊，懂吗？我说什么就初一就不一样，你找不找我麻烦的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恶心人吗？好气感啊。那万一啊，那个 Lisa 万一啊，万一我下次接你的单子呢，有没有万一？你信不信？要接就这次接了，还下次接啊？
黑 K 啊，兄弟！你他妈踢过来，你他妈送死的吧你啊！你他妈吓人的你都是。哎，我溜了。打呀，他踢我。哎，让他们守塔呀！你咋回事啊？赌泉水了你。嗯。不是，那你接我单，你什么时候能接我单呢？我上次就让你接我单了。要么这样吧，Lisa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给我几分钟时间啊。兄弟们，刚才我看，刚才我看到有一条弹幕说，你接我单，但你是不是说你休息？刚才我看到有个弹幕说，让接 Lisa 的单打周宁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又不是说不点你。觉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早说你可以接我单嘛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？98个头了耶！我真的是笑死了，珊珊笑死我了！我你还真是接我单了，99个，真的这么厉害？你真的可以接我单吗？怎么样？能不能有没有搞头了呀？有没有搞头？哎呦，操你个 DJ！、哎，投降，可以是吧？不是 Lisa。